后来他们有一批就是青女，180左右，对的，180左右。嗯，好球好球，这个贝贝跑得漂亮。嗯。哦，其实起跳的快的话，哦，那个高度就不一样。嗯。我请问我，所以那种球通常还是会 touch 的。对，我以为我色盲，因为红对红色跟绿色差价值哦。短球。啊，邵英想触网吗？哦，对，触网。好球，好球！哇，这个个人的移位啊。这个球感觉搭配上也是还没磨合的很好。24-20。快攻进来。哇，这个角度闪得漂亮了，哦，第一局后半段还是，但是有时候教练也是把它用在主攻手。对。哦，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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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前面顶直线再来。哇，是是是，哇，这个球修得漂亮，陈廷儒。哇，对，达润这个出手也可以说是干净利落。对，他还是很会闪，而且他的棒数也够哦，对，而且也比较积极啊，很积极，所以感觉上像八百个人在跑。哇，高帕高帕，这完全是打点。洗快攻进来喽。这个球，好球，没有人拦网。好，这一局25-17。想想，因为他们个子矮，然后你看他进来的那个时间哈，常常都会被人家都会吓到，都会吓到，因为他好像就是才后面突然间，哎，怎么后面还有人看不到？感觉就是这样。哎，这到底是好事坏事啊？啊？它也是电视转播的一部分。我给的有点短呢。没有配好。再给一个。对啊，就很舒舒服服的。对。哇，也是哦。哇，这个球 Darin 的整个直线也是转的是精准，边边角角的落点。11-11。好球，再给一个。摇摇摇摇，守到。哇，这个球，有点勉强啊，这个球是在 U17里面的拦网也算是好的。哇，这都没包死。快攻啊，给的太低了，给的太低了，太低了。对，因为快攻四只手在那里的话基本上是不好闪的。好球啊，这球对阴塞，其实这个假动作翻得蛮漂亮的了，对，再给他给再高一点点啊。但路线有一点短，就是短的啦，对对对。撇没成。哇，这个大斜线，对对对，当然的这球点没有特别的。
斜线守住。李俊霖这个球守得好，想撇，哎呀呀呀，可惜呀、啊，啊，可惜、啊。跟到了哈、哦。对，跟到。啊，也是要顺势波，顺势波，嗯。啊，这球可惜，这球可惜，这球可惜。好，这一场比赛结束啊，第三局新北中信25-19直落三。那在开幕的第一场球是顺利的3-0击败了这个毅力营造啊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。